7月5日，韩国女团少女时代成员金泰妍为参加 SBS Super Concert in Hong Kong， 从仁川机场启程飞往了中国香港。现场一位男性记者因拍摄角度被遮挡，伸手暴力拉扯泰妍女经纪人 T 恤并怒吼。在网络曝光的视频画面中，女经纪人走在泰妍身旁，一位男记者因为角度问题被挡住，就伸手大力拉扯女经纪人 T 恤，险些造成女方走光。该名男记者身材魁梧，还大声怒吼，之后被周围人士阻拦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